They have more than 200 million in Dubai. How do I get them out of Dubai?我看到那个黄金车之后，就觉得我们去的非常的好，很酷，有钱，我就觉得太刺激了。我以前只觉得帅车摆在那儿，哇，特别的帅，想看。但这次这车摆在那儿都亮瞎你的眼，它是黄金做的，整个都是金灿的，而且太阳光一反，你根本就无法正眼看的。 当时从摩托上直接要用一个乾坤翻飞到一辆劳斯莱斯车上，把人抡翻了，我可赔不起，车子抡翻了，我更赔不起。砸到任何地方，我基本上都赔不起。很震撼，这次的道具蛮特别的。你想想，如果真的是整个车是黄金，有多值钱？真的谢谢迪拜，他们真的是大力的帮助，封路给我们超级整车、超级跑车的借给我们，知道他们的当地政府的支持，这是最要紧的。 It's here when it goes ba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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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m.